我们在港外的一年时间进行了相关的知识学习，确保了进港工作和生活遵守香港法律，同时强化了相关的军训练，执行针对性专业训练，确保履行好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责任。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